非常感谢这个子志，这是第一次啊。你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贵宾啊，来参加这次我们高雄区农会改良场百年这个庆举办这个研讨会，有机会能够来参与这个盛会，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那本来今天这个是研讨会，应该是比较学术性的。那我一直都是在做方面的，都是做比较书院方面的等于是研究推广方面的。那可以说是不应该来这边讲。不过我们因为在几年前，十几年前有缘能够与高雄区农业改良场结缘，在高雄场设立了一个有机农业的这个等于是观察田。那这个田呢，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设下这个田。那延续了十几年，我们从轮作方面的制度，还有从这个土壤的管理方面的制度，从病虫害的管理制度，这样来在田间来测试。那这个田呢，继续还是由高雄系统改良他们努力的在做。那所以他这次说抛出一个题目说要谈台湾地区有机农业的发展现况跟展望，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我说我这个来这边来给大家冲一个数了，就是栏杆冲数了，请大家这个讲个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的这个原谅。那我要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说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有机农业的地理目标，还有就是它的起源发展，还有就是我们深圳国家发展有机农业的这个情形。那再来就是我们目前有机农业推广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努力的方向。那大家都晓得这个定义讲得很简单啦，这个定义可能讲了很久，但是最近美国有机农业它是从 USDA 里面来整合，那整合以后呢，这个里面这个定义呢可能是比较单纯，那这个单纯呢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比较少用或者是避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那用轮作来供应它，只是煮养混啦recycling 就是肠内外的这个天然物质来供应它的那个生长。那当然那个最主要是对土壤方面呢特别的注重，因为它把土壤化作它的一个中心，来当作一个变化的这个枢纽来看待这种栽培方式。那我们的目标呢，它是维护生态，节省能源，减少污染，并且是那个土地能够有系统的利用，助燃这个安全这个农产品的目标。那这里面我们谈到就是节省能源，那有机农业要是能够推广的话，真的是节省能源，特别是两个机油以后，那很多舶来品都是充斥在我们的市面。那有的人讲说，哇，国外的农产品这么便宜，我们应该去消费去给他购买，特别是他们的促销非常非常的这个 popular， 非常手法非常好，大家都有好奇的心理，都有这样子的心态去购买的时候。那我说要是说要节省能源的话，就是消耗我们国产品，因为国产品是利用我们的最原始的阳光水跟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生物跟技术把它综合做了这个农产品的食物。那你要是国外的呢，它要经过那边生产，还要经过运输，那个能源大家可能要计算下去。那它的起源当然这个跟它的发展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晓得说看到现代化农业的这种缺点啊，所以说来改正的一种农业。当然这些我不必再详细给大家来一个一个报告。那最重要的对这个土壤啊，还有就是生物态的生物链的问题啦，还有就是我们的水啦，还有就是我们对于那个一些的控制，还有就是
市场方面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有机农业呢，啊，应该来严格来讲是一个本土农业。那它的起源当然是我们以前就有了，那这个是跟我们的社会繁荣跟发展是有一定的明确的关联。那最重要的呢，是它在这个我们化学工业很发达下面呢，我们认为可以做的这个控制的生产呢，对我们自然环境的这个所谓的生态啊有很大的冲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顾虑到说，看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变这种啊生产的这个方式。那这个国外呢，国外它是我为什么修了这张里面的，他们是从大概是，当然提倡这个东西是很早，是在1924年开始，但是啊到2000年呢，我们这个占的农场的面积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可观。那有机农业的这个它的那个产值啊，跟它的进行的程度啊，是可以说是相当的快速，特别是在国外哈，他们是每年大概以20%的这种速度在增加。啊，我们从1990年那时候还不到1亿美金的这种产值呢，到我们现在已经达到60几亿哈。60几亿啊，这10年间里面会，那真正统计的数字呢？我们是憧憬的说，它会比这个还要高。那它在这次也是它的这个啊，大家对环保提倡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那日本方面呢，它是从1935年那时候是提倡啊自然农法，当然有的人讲说这个。冈田茂吉先生他提倡的哈，提倡的不一定是说真正的他们的整个的学派来讲，但是整体的来讲，他们现在有验证团体，我们的这个有70几个验证团体，那合格的有机农户呢，他有这个3000多个哈，那他也对这个非常的重视，特别是在1999年他公布的。有机农产品的农林的规格，还有就是他对他的生产的基准，他要求这个做法，他很正确、很落实的这个执行以后呢，啊，可以说是很稳健的这个来啊发展。那在美国呢，他是有1970年的时候，已经有12个州那个30几个民间团体来执行这个工作，那这个。农场也有4000多家，农地有40几万啊，45万公顷这么多。那特别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颁布了有机农业视频化，这个里面呢，它公布在它的网络上面呢、啊，寻求啊，这个大家来 comment， 对它的基准，如果去啊，对哪一个解释不清楚，或者是说有一些顾虑的，他们有一些 comment 啊，这样收集来呢，它已经。制定了一个国家有机的这个计划吧，哈，就是一个计划哈。那它是在从2001年4月21日啊，这个开始施行。那今年就是把正式实施哈，这个是它有一个就是同一个标签，就是 US Organic 就是这样子而已哈，很简单。啊，其他的协会呢，就是附属在里面的。那当然台湾的啊，有的已经。团体呢，希望是说能够加入到美国的那个团体里面去。那很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推广情形呢，在过去是说我们试试看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有机栽培的这个有机农业是不是可以在台湾能够实行。那刚才已经给大家报告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是设立一个观察点，那现在这个观察点。这么多年来，我们认定应该以现在的趋势，我们的气候，我们的这个等土壤的气候了，这个品种了，那个农作物度了，应该是可以做，应该是可以做。那做了结果，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啊，84年有一些推广，还有示范，还有
当然这个是如何去 promote 的这些啊工作呢，那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啊已经超过这个程度了哈，就是本来是有请农业改良场，我们正在辅导有机农夫来办理验证，那现在已经加以有民间验证团体的办理，那现在民间团体有四个团体哈，那通过的是有一个团体，那两个团体正在申请哈，那另外一个团体那已经在准备资料，我们希望说来建选这个民间验证团体，再把这个整合起来，那希望说形成一个啊能够啊服务我们现在这个有机农业或者有机农产品的这个市场来使用。那这几年来啊的这个情形就是蔬菜啦 大概有100多公顷，果实大概有200多公顷哈，茶树还有赤苎，那当然所以说最大宗的是稻米啊，稻米我们认为说是过去的技术能够做的啊，是啊最纯熟，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啊品种的是最多，那地方性的那个啊能够适用的这个范围也是最有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稻米方面的这个啊做的最多。那我们民间这个啊看了四个民间团体，我们现在是委托他来做，他到你那个整个农场的这个农地大概也有500多公顷，他加入希望说他们加入这个我们的这个啊整个运作的这个系统。那我们过去呢也在农业改良场方面对这个有机农业方面的努力呢，就是如何来努力，就是说特别想说在品种方面我们是如何去对于这个啊肥料的应用比较能力比较强啊，看品种啊，就是农业品种如何去从这边来着手。那病虫害防治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说那些蔬菜能够来研发，比如讲说生物性的农药啦、拮抗性的农药、微生物药这些呢，或者是其他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哈，来比如讲覆盖啊、设施啦、啊、或诱引啊、寄避啊这些来防治我们的虫害，还有就是病害呢，我们是从土壤的管理方面如何去来控制病虫害，改变它的环境的时候呢，它的病害的减少，有这种这个病虫害的防治的方面呢，都有呀在这方面努力。当然现在目前还有一些研究的计划正在陆续在执行在检讨。那除了营养方面呢，当然是如何去用有机质肥料啦、生物性的肥料啦，比如讲说菌根菌啊，那个啊根瘤菌啊，或者是用粒肥现做轮作的方式呢，如何去把这个调整养分的这个啊供应的这种啊满足作物生长，让它能够发展这个它生长的这个潜力。那田间管理方面，比如讲说刚才讲说建作了轮作这个模式，或者是温网式这些呢啊有些农业的这个管理方法，当然这个定义里面呢，我们就是看那个有美国有些农业的这个规则里面呢，他们甚至是把那个 hydroponic 的放在里面哦，那也是值得一个很多人商榷的，因为 hydroponic 是不是属于有机，我们很多人见仁见智。后来我问那个来演讲的专家，他们说这个要通过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面那个定义是它以土壤为主，那不用土壤的话，那这个水是不是可以当作生长的中心，这是值得我们去研讨的。那有些栽培对作物之间的影响，比如讲说它的这个栽培的啊方式的耐用性，这个产量的影响、品质的影响，我们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还有就是很多个别作物的推广，那是在啊培养场方面来进行。那管理方面呢？那这管理方面呢，我们很值得去啊注意的，因为里面的是分的是它的这个生产基础里面呢，譬如讲说它能不能用些蔬菜，那些能不能用一些植物性的萃取物哈、啊？
因为植物性的萃取物也不一定对人是没有毒害哈、哦，这些都要很注意的。那有人讲说，那微生物制剂呢？微生物制剂当然也要评估。啊，现在很多社会上很多声音啦、啊，就说它是微生物的就可以用。我个人感觉是说，啊，刚刚王博士讲的那是基因转植是我们刻意在做的，但是自然界它自己所谓的变异也是基因转植啊。那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也值得去足以去了解？比如说啊，从这个生物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啊。波比林这个这么年代这么样来的生物的演化中间，难道没有其他的变异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这个事情。那当然，这个里面我们有说所谓的它有机栽培的那个定义啊，或者是这些，我不再啊详述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 task 上可以给大家的参考。那民间验证的问题啊，那这个也是说政府一直在讲求的，就是啊，尤其是特别是现在，就是讲如何去把这个任务呢地方化，如何把这个委外啊，如何去把这个机制呢，就是到在这个啊转移给民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要变成一个小而美，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让这个啊我们的更形成这个。啊，一个社会的主要的形式的时候呢，我们得朝这个方向来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啊，国际免疫自然生态基金会，还有中华民国有机农业产销经理协会，台湾省有机农业生产协会，还有就是一个慈心有机啊发展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办理一些研讨会，还有就是如何去。跟农民去教育，还有啊田间的跟他们去辅导，这些他们正在茁壮啊，就是等于说他们的年龄正在表现。那他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将来要如何去管制，在美国它是非常的严格哈、啊，像刚才讲那个美国那个协会现在有一个 USOrganic 这个标章，那它是。现在是引用加州的那个管制的方法，你要是说它完全要符合这些它的整个这个条件，那你要是说冒用它的标章，被查到它的会员不实的话，每一次是罚一万块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它的管理上面是相当的明确，哦，相当的明确。所以他到田间去检查，就是看看你的农场啊，看看你的那个仓库啊，看看你的这个耕作的记录啊，他有没有普洱？要是没有普洱的话，他从里面执行，你要说有这个让人家怀疑，或者是说啊、像我们台湾来讲说晚上偷喷药，没有人看到啊，哦，像是之类说，像你要是被查获到，那这样子的话，是他们会员之间的都有一个很严格的约束哈。那我们将来也是朝这方向来做。那在会里面，农委会里面是有一个有机农业的辅导小组，那负责这个研讨有机农业生产的基准，还有就是它的案件的审议，还有就是有跟相关的计划。那这个呢，啊，我们每年都有重新来替这个小组委员来运作。那这里面包含了大专院校啦，还有。改良厂的实际从事的这个专家学者里面来组成，那当然也有社友网络，还有就是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来了解。那将来这个组员里面呢，我们会把消费者也纳到这个里面来。那他的这个验证体系，他是从这样子的这个验证小组，还有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来检验，那就是验证那有机农场，那这些大专院校就是参考这个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行政的这个体系。那也请那个宜兰技术学院，它设置了一个网站，那对于这个介绍它的理念，所以我们在网站上面呢可以念到这些它目前我们有机农业的这个规章啊，它的验证机构啦、销售啦等这些资讯。
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是说把国外的情形呢，也能够在这边加强啊，这样子的话，让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能够充分的这个了解。那当然，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啊，我们提出的是这几点哈、啊，给大家做参考。那现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有机农产品本来是标榜的卫生安全这个诉求，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啊，买有机农业的人到底有几种啊？那卫生安全是第一个哈、啊，那再来就是说它这个注重环保啊。它除了卫生安全还加了环保啊。第三种人呢，他不但是卫生安全环保，他还说这个要享受他的这个人生啊，他能够把他追求说这个他的农产品呢能够有原来的味道，不要说过分的跟他矫正，他苦瓜就是苦瓜，也不会说苦瓜会甜的这种苦瓜哈，这不是苦瓜哈，是这样子的这个形态下我们来这个定义的哈。但是啊，因为大家都是标榜有机，特别是农药的事情啊，最近都是一直报哈、啊，啊，中国大陆的情形怎么样啊？日本人他们因为要特别要鼓励他们国内农产品的促销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对国外的农产品检验的非常严格哈、啊，欧洲也是一样。那这个情形之下啊，我们对安全卫生的问题，大家说有机栽培，因为它有这个啊。好处，所以大家对它虽然是价格高，但是它大家都标榜这样的话，购买的还是不少哈、哦。但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冒充品也有哈、哦。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一些真正在从事这个是信心呢，有影响。那第二个呢，啊，我们台湾刚才讲说气候突然。还有我们的耕种技术，我们的品种是可以应付，但是这个 cycle 是相当快的，这个 niche 也是相当这个要高度的技术，所以这些如果去应用这些技术啊，如果去把它做好、扎好、控制、栽培、病虫害管理，这些、啊、实在是不简单啊。我们曾经在这个台南地区啊，看了一些种植有机农业的这个农民啊，他说他苦瓜、小苦瓜开始。这个生产的时候呢，这个期间非常的短啊，马上就是因为受到病虫害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刚好就是竞争非常厉害，国外农产品有机的可能现在进口的就是罐的哈，瓶瓶罐罐的那个有机农产品，但将来生鲜的会进来，哦，这个是大家可能会面临到的竞争。那当然我们。啊，这个是如果去先导，如果去让我们消费者跟生产者如果去建立这个关系，是我们将来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哈。那我们希望是说能够种植不重量，能够把这个完全落实在有机农业的这种栽培，从我们的资材 recycling 如果去应用我们的资材，如果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天然的条件，那。先把这个都做好，再求量的这个扩张。那民间的验证团体，我们希望是它能够很正常的运作。那而是说一个很多 volunteer， 很多关心这件事的，而不是全部都是要算这个说能不能活下来要钱的。那我们碰到问题，但是说，哎，我们民间验证团体常常去服务农民，那你都会是不是可以多一点钱来补助我们？有这种这个声音啦、啊，那我们感觉是说，这个大家值得去思考。但是说靠政府，你要多少补助才能够满足这方面的这个发挥功能呢？那政府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政府的预算一直在减少的时候。那改良厂方面，它有很好的这种经验的人才，那我们也很高兴说，今天在座很多改良厂的人员呢。他们不喜这个新型加入，也没有配他们。他因为本身的喜好，本身是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一个辅导者，也一个这个来关心的。他们都是这样义工的方式来做呢。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而这种事情呢，将来会可能会来多多来努力。
那消费者呢，应该是让他能够了解他的消费者的观念。刚才讲说，从能源的观点，从我们人跟自然结合、跟土地结合的方面来给他宣导，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要是不是纯粹说为了健康而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有机农业有所正确的这个发展呢？这个方面呢，还基本上加强。那产销班呢，特别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情形之下呢，资本都是非常广啊，昆明面积非常小，那供应的项目非常少，这种情形呢，我们住得去啊。那如果去组织，组织是我们现在抗性管制机构里面最少有一个很小的 unit， 或者是也不小的这种运作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应该要努力。那我简单的就是给大家就给啊，我是相信说我们台湾的这种气候，还有就是我们的土壤，我们的技术，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么多的品种可以应用，那我们人的观念，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的话，有机农业的发展呢，也会像国外一样，像美国这几年发展一样，会在这个民间团体或者政府的这个指导下，或者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在座的各位先生的努力之下，会进入一个比较新的这个局面。我简单的给大家做这样的报告，谢谢大家。